要威临韩国六次寻宝，孙悟空来到印度洋洋中斯里兰卡，青春女神颖儿披甲而来，带着惊喜与考验。男人最受人喜爱的顶级品质是什么？是探寻村庄的亲和力，是打赢陶瓷宝贝战的爆发力，还是邂逅异域舞蹈时的快速领悟力？傍晚，领航公演，A 队对，一队票选王，谁是票选王的璀璨星象？兄弟团将收获怎样的珍宝？本周日晚21:20，香飘飘一起出发，不走寻常路。